好的，可以。行，别下棋，下一把再去玩吧。好的。你这白金有水分没？没有水分，全都是自己的实力。哎呦我天，行。看看你的实力。好的。我老公，我玩九五哎，因为我选的是升级的那个英雄。那就祖安，祖安瑞兹，祖安九五都九五啊，嗯，都九五。好的，好的。人都是龙王，达姆带的挺。老公，你要玩什么呀？我也九五啊。你也九五呀？啊，我也九五。那你不是要跟我抢英雄了吗？不是啊，我们俩一起这三个。我们俩不会互相卡吧？不能互相卡。你有刀妹呗？我有刀妹，你要吗？刀妹一会儿再给啊，别急。你也俩呀？说实话，我有两张刀妹，你有几张呀？我也两张，那给你吧，没关系。你别急，你等一会儿再给，万一我下波有了呢。好的。升级利落的声音，你有吗？还没有，你别急呀、啊，下波的。好的。没打完野呢。好的。海蒂离手。进呐、啊，刀妹儿、碗豪都拿下。好的。开始表演吧！这才叫高质量不被点播内容。你必将知晓自己的归宿。我刷到一个刀妹了，我现在两星刀妹。啊，两星刀妹。我直接给你个两星刀妹，你要吗？别，你就两星刀妹吧。好吧。那怎么？我给你来个两星天使来。老公，你要喂吗？我目前不要，我给你来个两星天使来。谢谢，老公你真大方。来定离手，5、4、3、2、1，没事儿啊，都可以。快救救！啊，我来了，老公！快救救！快救救！我来不了了，对不起，我有点慢。不对呀，我没输啊！你输了，老公。啊？怎么死那么快呢？来吧，看看你有什么招数。碗豪有没有？稍微有点慢。碗豪没有哎，我有个劫，你要吗？也不要。塔米克你要吗？要不要？换了吧。啊，那好。买定离手。先那么劲儿啊。4、3、2、1。
从现在开始，我将一次不死。操，怎么有个拉五的呢？拉五他也打不过我，给你强，好强呀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停住，老公，停住！我就一个怪，没事。好的。你说我要拉五吗？我要奥钢三拉一下五。你看你打谁呀？你看能打过不？我感觉不知道呀，判断不出来能不能打过哎。判断不出来你就升，要是判断不出来那你就升。已经升慢了，那就算了，下边再升。好的。来一枪。我感觉我可以打过哎。你呢？我也能，我也能，没问题。哦，都可以。这才叫高质量付费点播内容。拿个大剑哟，还是拿个攻速呀、这个、我现在有个魔抗，好吧，没有我来个劫，拿个劫呀、啊、来个劫，黄图劫，那我来个锁子甲吧，拿锁子甲也没有，那我来个眼泪吧，那算了，那眼泪吧，眼泪还能贵一点，嗯，劫可以给我了。OK。强化，强化。装吧。五仔射暗影，没一个能用的。你为什么要上两个管好？因为我没东西上了，空前的混乱来了，没，实在是没东西上了，上两个碗豪能厉害点，两块钱，武功快来，快救救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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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拿下，来晚了，来晚了，来晚了、哦、现在才是真正的顶尖对决，来晚，确实打不过，管好来一张，哦 nice， 团队的力量正在叠加，上吧上吧，看着吗？不想要了，想扔了。下波补个射手，要扇着吗？干啥呀？哎呦，扔了吧。宝贝儿也不要了。扔了吧。老公，我快不行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。别急。OK。我的援军到了，观众们都等着呢，把舞台都准备好。你要个啥呢？八本。我现在刷出来了一个色装泥，我要来一下吗？拿着呗。来的离手。拿着下波上。好的。
场马上要变成修罗场啦！你要艾克吗？不要，我就给他扔了。扔了吧！我现在啥都不要，我要个寒冰。你要个寒冰？或者是阿克萨，我要个射手。你要个射手？最好是螃蟹。不好意思啊，啥也没有。哎，这支队伍熠熠生辉。哎，哥哥，色庄离的两格斗厉害一点，还是两星刀妹加那个塔利斯塔厉害一点？快！我不到啊。哦，我试一下吧。表演没事，我马上过来。我又要打不过了，我的援军在哪里？来了，援军。很好，支援的非常及时。邪恶滋生之处就是我的目的地。时间不等人，你也别让观众等着。快！这是下载，我不想用，就12块钱，给他低了吧。就12块钱。我来个布局一格。粘合抵抗还是元气化？还是粘合抵抗吧。哎，我有寒冰了，你要吗？哦，可以，寒冰。好的，不是很想给你。我寒冰的话，我是那算了，那你就别给我了，那你留着吧。嗯，好的。那我艾克可以。而且我现在也没有给东西的那个东西，下次吧，下次有了我再给你。OK。百地离手。你有没有药的？目前是没有。我啥也没有呀。有机场马上就要变成修罗场了。打不过了，老公快，快来快来快来，有点慢啊，快来，有点慢，有点慢。挺不住了，挺不住了，快来快来，老公。不赢了，尽力了，这卡萨丁死的太慢了。我的年胜被终结了。卡萨丁死的太慢了。哎呦了！上吧上吧，观众们等着看好戏了。不过没关系，咱们的血量还很健康。嗯，我一把没死。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一把没死。哦，那你好厉害啊！百地离手。你吗？你怎么上的皮？滑板鞋我给你拿一个吧。我滑板鞋不一定用得上呀。嗯。我现在连外号都没有哎。除了那第一把呀。哎，这家扇子吧，好像有点厉害啊。略微有点小对手的感觉。你现在怎么样呀？坏了，没打过。这哥们阿克曼射着我的近了，他怎么不射艾克呢？老公，你手上怎么拿了这么多牌啊？啊，我拿一下，万一你要呢？好的，好的，我要个暴击或者一个攻速，还是来攻速吧。攻速攻速攻速啊！不要跟我抢。好的，我应该拿暴击的，因为攻速现在也合不了东西。哎，
都忘了。时间不等人，你也别让观众等着。老公，你要五阶英雄七金币，还是金铲铲和基础装备锻造器，还是两个训练假人？五阶英雄七金币啊。嗯。我要五阶英雄。好的，给你了，花了我10块钱。大头。老板。哎，为什么到现在都不给我东西啊？马上给，下边给你。好的。从高处，我们可以看到选手们全力应战。马丁离手。我老婆黑一个。老公，你是在地盘了吗？没地呀、啊。不，你给我个五阶英雄七金币吗？嗯。过来了。我给你个装备锻造器，你合个羊刀或者火炮吧。好的。合出来火炮啦！我好厉害呀、啊！赢。炮给谁呢？我现在给天使一个火炮吗？可以啊。哥哥，你给你不能给我五阶英雄，是因为你卡钱了吗？不是，我没有那个选项。那你是自己帮我做选择了是吗？他没有别的选项我可以选的吗？别的选项都比较烂，三阶，两个三阶英雄要吗？还有窃贼手套也不要吧。嗯，对，也不要。都没用。老公快来快来快来，马上快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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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呀没了。好吧，先来了吧。好，你还在打？这一个打俩吗？观众们都等着呢，把舞台都准备好。拿个亚索。这枚义子已经迫不及待了。拿个亚索，我也没有三 L 哎。麦迪离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。王者，王者，阿尔卑斯火炮友，这才叫高质量不被点播内容。嗯，我能合个饮血剑了，合个饮血剑吧，饮血剑，合个饮血剑。是没事，我又快没了，老公你还能来吗？我得10秒以后了。好吧，没事没事，我能打过我能打过，老公坚持住，我来了，我完事了。那你赢了吗？我赢了。好的好的。天使没用，我媳妇玩95，她不玩天使。
好的。厄斐琉斯，那鸟王眼射手厉害还是两挑战厉害呀，老公？啊，两王眼射手两挑战，目前来讲是王那个射手，挑战吧，挑战力，挑战。好的。老公，你现在还要寒冰吗？你不要了对吧？你那黄板鞋换厄斐琉斯，不是换亚索呀？滑板鞋换亚索。嗯。可是我没有三 IO 呀，我现在换它的话还少了个挑战。那行，那你换回来吧。三、二、一。战斗开始。哎呦，我可太飞了！业余，我现在滑板鞋没有亚索厉害。是你业余吗？你能打过他吗？打过了，我已经来了。但你这打的什么人呀？这也太厉害了吧！这个你应该打不过，这有点厉害。泰的亚皮是谁？我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我都八级了，我已经无敌了，马上无敌。好的，御神父，我有四题了，那我上一下三 IO 吧。行。买地离手。那个厄斐琉斯可以换黄子，没啥太大用。空前的混乱来了。好的，好的。两射手也就这回事儿吧。明白了，还是皇子的单人技能比较厉害是吧？谢谢天机扭转白小生，白小生的克拉马车，的克拉马车，谢谢，感谢。天啦，老公，我可以跟你一起吸礼物哎。啊，那语音不挺好的吗？无敌了，你别急呀、啊，我马上就无敌呀、啊。我操，你头哥！点金头哥，好想要火炮。哎，老公，老公，我现在有一个那个大棒，我要合个什么会好一点呀？大棒。嗯。大棒，大棒，你可以给狐狸合装。合啥呀？什么科技枪？什么帽都行，我已经有一个阵营全套和你写了，那也行，给科技枪也行，也行是吗？啊，那么讨厌呢，这大头儿子，那么讨厌呢。来一个，买地离手。这边没那么想地。哎，我装备怎么上不上去了呀？是不是卡 bug 了呀？怎么会呢？我真的上不上去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原因？我都挪不开眼了，他们打得难解难分。48，下波30。上吧，四杠七。七。不是敷衍，是有的时候在这操作呢。买地离手。五、四、三。
谁敷衍？你敷衍我了吗？没有，不知道啊，他们说我敷衍。我打的这家他已经有两星卡莎了。卡莎没事儿啊，有卡莎不足为。六 L 一呀，四挑战，两主宰，两神域，然后两星卡莎。嗯。大头儿子到现在一块钱没给，太吓人了吧？你有没有羊刀？你有羊刀吗？有啊。好吧。野怪打完之后，他是不是会给我们来个一子呀？对，给个五块钱的。好的，好的，那他会给我狐狸吗？会。哦，求求来给我狐狸吧。他一定会给你狐狸，他没有别的可以给你的。我特意把那个德玛西亚皇子给瞎了。他一定会给你狐狸。狐狸 ，OK OK， 干得漂亮。给我狐狸的话，我把谁瞎了呢？哎，点进去咋没上？你等一会儿，我先递会儿牌啊吧。好的，好的，老公再见。这股力量似乎足以波动天平。没错。来、哎，好的，法宝没人给。完了，老公。我们俩可以给英雄了，你差哪个？我现在开始递牌吗，老公？对呀、啊，现在开始递牌了，得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升级慢了。没事没事没事、啊。你最好能给我女皇吧，好不好？女皇，我这有一，我有两个大头。两个大头呀、啊，我只有一个大头，我把大头传给你吧，你就二星大头。不不不不不，大头你先别给我，我大头现在已经两星了。那你要给我吗？是这个样子的，老公、哎。我给你一个大头，然后你有个两星大头，你再传给我。你要三阶基础装备还是一个五阶英雄七金币、啊？五阶英雄，五阶，你先把大头给我。好的。左手找右手。似乎足以波动天平。啊！百里离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空前的混乱。不删吗？删不太了。过了，老公。你打过了吗？打过了，打过了。OK。OK OK。你就碗豪剩，剩下都上五块钱的，就完事。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准备好，给你传了个东西。嗯，那踩一下。好的。最好这轮能给我点个金。有黄不拿吗？空前的混乱来了。
Nice。呀，这家三星狗头人差一个，我又打赢了。OK， 我得看着有没有谁要三星呢。他死了 ，OK， 没问题。我先来个赛恩。拿个前排的装备吧，或者拿个男 buff。现在有个问题啊，我拿个啥呀？哎，那个你拿，你随便拿吧，我也不让你拿啥。现在有一个这个第二名，要插一张厄斐琉斯要删了。时间不等人，你也别让观众等着。厄斐琉斯散了，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，就是这个问题，告诉你有一个问题。嗯，行，我知道了，那就是等会卡他一下呗，见着卡他一手。OK， 我卡了他一张，老公，那我卡一张没有用吧？ Okay。 一共是12张吧？有用啊？怎么没用？卡他一张。哎呀，我的女皇才一星，她就这么的猛，我也太猛了吧，老公！太猛了，牛！我淘汰了一名选手，牛！那哥们亚索卡莎也快删了，我操！卡莎？啊，亚索和卡莎。我们俩得找三星五费了。虽然不如黄金，好的，老公。他这人卡莎差一张，卡莎差一张，找着卡莎就给他拿了啊！找着卡莎，好的，亚索也给他拿了，看他有没有钱啊？没有钱，不着急。他也没有钱，没关系，老公，感觉他记不出来，他没有钱。卡莎已经删了，他删不了，差一张，他左手倒右手没用。倒不出来，我觉得他要么就把厄斐琉斯卖了追卡莎，要么就把卡莎卖了追厄斐琉斯。是。他打不过我。OK。九 I O 都打不过，他的厄斐琉斯三星了，但是他给、啊、他给传过去了吗？把他传过去了。那我把厄斐琉斯卖了呀？卖了卖了，厄斐琉斯卖了。飞流啊，卡萨亚索一样是差两。鼻子火花还是冰甲呀，老公？鼻子火花还是冰甲？冰甲吧，冰甲吧。OK。海蒂离手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剑魔，对剑魔最棒，对剑魔。马上就要变成。剑魔你有个两星的，我有个两星，我再找一个两星，你把剑魔给我一传，我们三星剑魔把它拿下。好的好的，老公。完了，剑魔让我扔了，哎我气死了。没事，赛恩也行，你有一张两星赛恩，我有一张两星赛恩，行。要不然狐狸也行，哥打不过了，打不过了。狐狸也行，狐狸。我能打过，你打过。三星的流星还是挺厉害的，主要我那个。
我那女皇没两星，你要是看见女皇，给我传一张呗。好的，没问题。狐狸的话，我们有机会追三吗？狐狸，我看一眼啊、哦。两星大头传给我能传吗？传不了，哎，不行，没有东西，传不了。这轮我们只要不死就行。我给你投，给你投，不要。别投，别投，别投，有可能不死。我记得这好像是有可能不死。哦，对，还死不了，还有一轮，先掉到一滴血，然后再输一轮。我记得好像能不死。我打过了，老公哎，你那边怎么样呀？你打过了，我肯定打不过呀。他三星恶匪流失的，没事儿，能他们我们一滴血，他们也一滴血，最后一轮了。老公要传大头给你，传大头，传大头，拿下，拿下，这么的，这个我把这大头给你，你拿去玩吧。谢谢老公，你把那狐狸给卖了，你把那狐或者光头卖了吧，装备给他。好的，装备给。我的三星大头好大只啊！但是他没有清屏，但是你得快过来，快过来救我！老公，我来了，老公，我来了！嘿，好，拿下，拿下，打得好呀！来，你看，哈，他俩没死，他俩为什么还没死？他俩还缩血了。哦，对，我再拿个夜印，我拖住。看控制，买定离手，夜印后背不用，那家打的。我打这家，这家都打不过我。我已经淘汰他了。OK。大头太厉害了，大头开始这个装备也很厉害。大头开始转圈了。武功你好厉害呀！你送了一个三星五费给我。嗯。还行吧，这云顶教父行不行？行，谢谢老公带我吃鸡。帅，谢谢老公，老公你真帅。不客气，这都是小问题。行了，你自己玩吧。啊，我去给你弄饭。哦、你吃饭，行，吃饭吧。对，我去给你弄饭。嗯，你自己玩吧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我这。2v2云顶之弈没输过，就是9连。